幸福了没有，就是不能实现了。再来就是周杰伦的说好的幸福了，周杰伦的最后的幸福呢，多谢大家。就是在这里唱的歌都是平常在旺角比较小唱，就是希望能够在这里唱一些国语歌曲，然后再跟直播里面的朋友好好交流。好，我这待会再唱友谊之光吧。好，现在要听吗？很多人都点唱友谊之光哦。哦，我再来友谊之光，先来友谊之光，谢谢在直播里面朋友，然后我就唱有说好的幸福呢，你们不准走啊。我哋嚟多次友谊之光，因为咧我直播里面好多朋友点唱，我希望这首歌能让大家都开心啊，我希望呢只歌令到现场嘅朋友都好中意，好开心。友谊之光，谢谢。我要你们一起唱这首歌，来吧。人生于世上有几个知己，多少友谊能长存，今日别离共你双双两握手，友谊常在你我心里，今天且有暂别，他朝也定能聚首，纵使不能会面，始终也是朋友。说有万里山，隔阻两地遥，不需见面，心中也知晓友谊。小的人说喜欢了，都是里面的直播的朋友都是很喜欢这首歌，我很喜欢这首歌，这首歌就是我在旺角平常的时候都每一天都要唱这首歌，就是听说这首歌我在内地的点击都有过千万，我听闻这首歌在大陆呢都有成千万的点击率，所以这首歌对我来讲都是一首很幸运的歌曲，有一句光送给大家，希望能够大家有机会来旺角的时候就跟我拍照，因为其实在旺角的时间不太多了，听说都是八月尾就不能在旺角唱歌，所以对我来讲都比较伤心，然后我希望大家来到旺角听歌的时候可以跟我握握手拍拍照就好了。我希望每一次我在旺角都能够看到我快手里面的朋友，还有就是你们专程过来香港听歌就好了。我不知道旺角之后我都会到哪儿唱，就是我尽量都我有一次唱歌的时候，有些朋友在现场的朋友说你到哪儿我就到哪里，我很好感动，我听起来真的很非常开心，我希望我在直播里面的朋友都跟我一样。好，要唱什么歌曲？有一支光刚唱完了，没完耶。一个晚上唱三轮上去，有一支光。头发乱了，要听头发乱了还是？好吧，我先给现场的朋友唱一首《不再犹豫》，好不好？要不要听？好，我就送给你们，不再犹豫。
支持我，谢谢。送来 Beyond 的不再犹豫，谢谢哦。会唱的跟我一起唱。还有就是棉宝，麻烦你告诉我，下次我唱完歌时候就给我再唱。我相信哦，棉宝，我相信是谁唱，我不太清楚啊，就告诉我，告诉我。好，来了，不再犹豫。就是必须要谢谢在直播里面朋友们，首先要谢谢草原情来蒙特产